宋慧乔最近忙着和小鲜肉李道宪拍摄新戏，合作名单再添一名年下弟弟是让人超级羡慕。而人缘极佳的他也时常在片场收到来自圈内好友们送来的应援餐车。24日，他就在现实动态上传了咖啡车礼物，这次送礼的人正是小他10岁的朴炯植。贴文中，宋慧乔不止大方标上弟弟 IG 账号，还激动表示 Thank you， 感谢他的应援。有趣的是，这次宋慧乔在新戏将化身复仇女教师，朴炯植就在横幅幽默写下文老师不可怕，很漂亮，嘴巴超甜，猛撩姐姐。其实过去两人曾是同门师姐弟，虽然现在朴炯植已经自立门户，但两人依旧保持好感情。尤其朴炯植在宋慧乔拍摄现正分手中时，就曾送过应援咖啡车，还在该剧首播送上大树鲜花，超暖举动让姐姐多次在 IG 发文表示感谢。两人如此深厚的感情，是让人看了又爱又羡慕啊。